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有一个球哈，这样水平抛出来，然后现在撞到地上的时候哈，跟地面刚好呢夹45度，那这高度是20公尺。那么他现在问说哈，他这样水平抛射出来的这个速度 v0 呢等于多少？啊，这怎么做哈？我们就用那个等价速率运动公式，这是默数哈，默数哈 v 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那个 at 加 v0，就是 gt 啊，gt 呢加上呢 v0。好，现在这默数哈，跟什么呢？跟水平方向夹45度。我把这个呢，这个向量图把它画出来。这个是 v0 是等于这个向量，这是 v0。啊，gt 往下，这 gt，啊，这 gt 往下。然后呢，这加起来的话，这等于这个。这个是 v 啊，啊，这个是夹45度，啊，这直角，啊，这45度，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了。根据这个公式得到一个结论，v0 呢是等于 gt，那 t 是落地时间呢。好，我现在把落地时间找出来，怎么找哈？我们看牵子方向的，用指点运动独立性，牵子方向它是自由落体，也就20哈。是等于二分之一 gt 平方。好，那这样 t 平方好像等于多少呢？40除以多少？除以 g 是10啊，所以是等于4。也就是说，它落地时间哈是等于2秒带进来，g 是10嘛，乘以2，所以是20。所以 v 是20公尺哈每秒，初速是20。